吼。哎呀，哥哥会当去雷波旁卡遐边吃啊好嘞啦吼。哦，来，再来不邀请的不得定来，我们来维婷安排一个好听的一个歌曲《亲情歌》咯，来给唱白。是啊，拢无伊哦，恁坐哦，哦，较歹势啦。啊，伊爱家己坐去边仔坐，啊，无安尼徛咧，我来讲三点半真久啦。哇，较慢。大部分节目拢是做三点钟，对哦，三点钟一套。系啊。啊，有啊，当面阮今
也会延长半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恭喜赶紧报告一下。好，阿龙公呢，我这帮我委托来赶紧上加班，我来报道讲好也是讲那个比如，比如咱所现场咱正好，比如会当你哈真济真济这个机会啦吼。啊，这帮我特当赶紧上哦，哦，早原来拢一起哦，我呢拢头家爱叠叠叠叠叠叠出来，精心挑选的。伊哦，顶年有来，今年拢换新换新，绝对爱换新换新，绝对袂让客来看轻的。对啊，有阿叔讲，那个王帅哥啦哈，王帅哥的名吼，我拢会直直甲呼唔到。嘿，你爸爸伊啊？我知。对啊。嘿啊。我头过伊报告一摆啊，因为我头过就惊讲我搁甲报告唔到去。对啊。因为我从王是对啦吼。王对哦。别迄两样，当时我会甲好安尼正平倒平好唔对，正平倒平好。哎，甲 FB 啊，还走去捣乱啊，对哦，你跑去捣乱吼，你走去捣乱哦，哇，走捣乱跟上那个 FB 讲吼，捣乱现在哪一家文旦比较好吃？啊，你讲呗，要不会，伊要不会收你啦，伊你有看留言吧？哈哈哈！伊要收的文旦哦，是爱白露的时阵。哦。白露的时阵哦，你收的文旦啊，会当啃较久。哦。爱个较好食。哦。问题吼，到来文旦哦，真的很贵。你要你要食上介好食文旦哦，我甲你报告，一斤拢爱100块以上。哇，贵贵啊！啊，问题迄食就会上瘾的。即每一年你想要买，问题足贵的。真的啊，你像一箱那个文旦啊，差不多现在在斗六卖的话，嗯，最高级的哦，最高级一箱，可能要2000。哦，啊，咱2000的是定一斤才200块啊。啊，真的超好食，我得爱只刚买到一个老长的油啊。啊，那该去买遐好啊。无啊，你无早买啊，你无咧买。哦。对啊，你要去个批发就批发不到了啦。啊、你要买文旦的话，你也当催我。催你。我在斗六啊。好，你在斗六。文旦我去文旦哦，我不咧卖文旦哦，我是讲的哦。在那个正北路一条路哦，你安尼搭糖去哦，看你要食只平一斤，倒平一斤，你实在你食，你食刚好，看你对一斤就满意的时阵，你甲买就对了。哦。啊，尤其就是爱伫个正北路上贵啊遐。哦，真正贵。贵遐就是真刚好，拢是老长较侪。你刚食文旦食透头的感觉。对啊，我前阵时拢买那个老长的文旦啊，你从那个便宜的一斤30块的那个文旦我不吃，你不吃？50块的那个文旦我也不吃。哇！啊，加个老长的文旦哦，你吃的哦，那个比莲花汁又糯哎，然后就嫩鲜，然后水果就巴肚。真的啊，你得讲恁家会买吗？你若来我就买，你若无来我就是绝对袂买。啊，买恁家我问迄王帅哥讲，看当时要来斗六买啊。没啊，伊也拄着你嘛是个人哦，弄来当赠送一粒给你们。然后跟文旦拍照。哦，好吗？对啊，伊那中秋节嘛就被搞啊吼，再一个月就到了啦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7月底了，差不多收了。好，今天要对了。啊，你要来时再跟我通知，我叫甜心伫到了等你。啊，你袂歹啦，你看我叫伊去去陪伴你咧，对啊。你爱找老餐有无？哦，找你遐。对，我家己了。我买一个文旦，够侪人去的。老紧，侪人去，唔只会好，侪人去，唔只当来化解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你一嘴，我一嘴，伊一嘴啊。啊，头家就讲讲，啊好啦好啦，对无？凊彩凊彩啊啦。啊，无记迄个地盘。这边的导料是我的地盘，是无对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的朋友来甲导览位哦。啊，你较那个 FB 的电话嘛，笨笨的吼，一吹到一卡就通啊，你对吗？你卡，无你叫无我叫我号码嘛是会通。无，你卡你两去买文旦，啊你这卡我去食文旦。无啦，你不是来做位来。做位来个当来到了吼，食一寡好吃的小吃啊，对无？哎，啊对，明天咱就甲行行西一带啦，对无？好啦，啊即摆今日袂歹啦，咱今日只比我加演一个吼。啊，伫咱下昼间吼，伫只来甲庆祝。啊，咱今次真的英雄宫来庆赞中原，啊，庆祝咱普渡宫，咱好兄弟宫，来圣诞成秋成了秋，啊，所以讲你看咱今日这神圣大地哦，大家拢足虔诚的心，哦，你看道面上拢足澎湃，有啊，足澎湃，啥物？我袂晓。
足澎湃即个贡品啊，对吼。即个查囡就是唔捌咧拜拜，所以讲不一样。唔爱讲拜拜物件。即个是咱咧身心代表，讲抱着咱即个辛苦的心，对无？啊吼，传家这么澎湃，就是要吼来哦，火车的好兄弟吼，来使用，对无？爱因食好饱，对无？食好饱，爱因暗中咪来讲到宝贝啊，对无？七月当中，拢宝贝咱的哦，每一个好朋友出发在外，都当平平安安呐，对无？对。系啊，因为咱就是咧祈求七月，大家拢当平安啊。对啊。对啊，开车方面嘛是爱细意啊。真诶。对啊，啊，所以咱好也伫讲一个比如吼，比如咱每一个咱家好朋友，大家拢开车在外，咱当弘扬化解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咧化无事。对啊，啊，就无事，大家拢平安，拢当出如意诶哦。好啦，啊，出如意诶话，大家就当拼事业、拼头路，拢来大赚钱，钱大赚。嗯。好，啊，钱就爱出入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爱存啦，我你家会晓赚，啊未存啊是要存啊，当时才好个。你刚透过哦，咱个哦 FB 哦，定个新闻嘛在讲啊，人讲好个，我来讲好个未过三代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唔知。我唔知是有影是安，你是老辈定定安尼讲的吼，人讲好个吼未过三代，啊问题要过三代吼，嘛是爱做一下功德，啊功德嘛是爱下辈下世吼，爱较晓想对无？时代老哦，咱就是爱继续去甲老保守着，对无？莫时代老哦，咱吼啊就是讲讲哦，啊就是都交代讲，唔通卖哦，唔通卖哦，卖啦卖啦，就得卖啦。卖的时阵哦，等伊哦，已经你讲的卖是，我着一滴卖甲空空啊。哟，迄有的人哦，真正三工哦，本地有5亿现金，伊做三工哦，拢甲跋了了。跋了啊！一个手着变乞食。哇！哦，迄安尼是咧。太欠啦，袂使有欠。一滴袂晓欠啊，像你这个欠的啊，欠到即摆足好个啊，我咧小富婆咧。对哦，小富婆，哎，结婚时阵还无想要嫁翁咧，即摆才几岁尔？哎，你刚未满18吗？满了。你满18了嘛？啊，满已经差不多行到20去卡大了啊。对啊，够出彩诶！哎，出彩啊！出彩。那因为迄个年岁时阵，我早就已经嫁你走啊。好真诶呀！对哇。啊。当我是真爱无，更未嫁。好啦，小早小早，小早，系啊。啊，无你妈妈几月嫁？我唔知咧。你唔知啊？唔知我来甲问姐，拢唔爱甲我讲。哎，有当时哦，迄个下一辈拢会甲时代吼应试应试，然后交到男朋友的时阵哦，伊拢会甲问伊妈妈讲哦，妈妈你几月嫁翁？啊，妈妈来拄好拄好，我咧17岁就嫁恁爸啊啦。哇。阿姨，即摆哦，你哦，早嫁嘛，早嫁，譬如讲，伊刚好差不多20岁啊，哎，就交男朋友啊，男朋友都唔敢来厝讲亲情，对哦，啊，就想要来讲哦，叫早嫁先去探亲吼，迄是大人话，看卖讲谈来讲亲情，对，结果早嫁讲哦，哦，啊，你17岁就嫁阮爸哦，哦啊。嗯，妈妈，阿爸，阿公交男朋友，我就想要嫁。因为吼，大部分时代人拢安那讲，你知道？拢马上是反对。哦。袂用得哩，袂使遮早嫁。对啊。问题你已经讲了一句，袂当遮早嫁，已经伤着查某囝的心啊。哈。谁会当遐早嫁？我谁也袂当遐早嫁。对无，啊，囡仔绝对拢开始叛逆。系啊，难过我嘛是会，你嘛是会。对，所以讲就是话，我拢跟阮阿爸做对，所以讲我吼嘛就想要遐早嫁，所以我今日早就嫁咧人兜伊啦。主持人讲无要紧啦，啊，若早起讲我嫁人兜哦，那一个笑讲，啊，你叫个早起嫁过翁来咧唱歌，啊，无对吼，人唱歌无伊才能啊，对哇。人各有各的千秋啊，各有各的特色啊，对无？所以讲哦，人起来肯定阮家台顶的早起啊。虽然我嘛是爱顾阮的腹肚啊，对无？所以讲这饭我嘛绝对爱顾掉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每次早起来吼，拢爱去养阮了，对无？对。对啊，只要有认真。哦，哎呦，卖力的演出，哦，人人拢肯定喜欢上了你们。对啊，好啦，阿舅妈来，今日对了哈，无想要嫁阿个早嫁，佫继续唱歌。我想讲哦，要推销我杨彩珍家的朋友啊。冇紧啊，冇紧啊。冇紧啊，你当梦想赛一下。啊，对。还袂嫁阿个吼，还袂娶某个，还袂娶吼，真好啊。啊，青菜。青菜，我来讲哦。我知道他有男朋友。你敢讲青菜？这查某囡仔唱歌的迄个
专人而已呢，也够另外一个专呢。大头给我知啦。哈？你大头给我知啦。你大头给？是吗？你当时哦，伊是 FB 的啦，咧拍卖那个啦，拍卖那个物品哦，娃娃啦，什么东西通通有。嗯。你有看呀？有啊。有呀。问题伊咪干迄个功能尔呢，也够一个专。哦，安尼等于三个专呢。一定我迄个专即摆用无着。嘿。你要看卖哦？甲伊家穿的即束，咱若去某某一个所在。你身体若无多好，去街遐你都记着什么小姐？我知道她是护士啊。哎，护士小姐。我知道啊。喜欢吗？不喜欢，因为就给她做些身高预报。哈哈哈！护士小姐，人家不喜欢你。好，王静啊。好，王静来。对啊。好了，安尼就下一位了啦。好，继续来。哎、欸，叫什么？叫第一型号。啊，来第一型号来给做安排。哎，我帅哥都问啦，就老实的呢，老介意、介意、无介意的话吼，啊，你做好，伊嘛是手工买的，对啊，安尼较直接较好啊，对对对，系啊，啊，无过去恁来阮哩口罩好无？阮哩口罩啊，足欠用，只个噪音啊。心我都怕你会失望，若是我伤心的心也才会疼。祝你们万事皆如意哦，谢谢。啊，来，今日来超好行。感谢我们秀斯的天送。啊，来，秀斯的天送，来，我们为你们做安排。
来来给你修改修改，你的精彩的这个不落之歌，你来来打打声音注意，也是说的是我的粉丝不懂平时的领导哎，那感谢来送我很久的钱，我给你朋友，谢谢。这个小姐身体有较冷心哦，我第一趟去啊，你是袂记得同我是讲的最近身体康安哦，哦，请看这里啊，哦哦，为你笑甲只用的。我的心是谁的呀？
袂一点，你好不好？我伫遐食鸡，卡甜哦，我真不来吃，你真不来吃。我就听我讲，你最近刚刚看中国爸无卖伊，出门也是爱食欧巴，知无？啊，无伊那看我看，一直要溜落，一直要溜落，哦，哎呀，溜落，人客你着好扛着啊，吼。